过来。里面，对，去去。左，弄，左。丁，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这条卢维纳从他来到我这之后，没有吃过鸡架跟生肉一类的东西。有人说卢维纳是个中大型犬，食量非常大。有人说他这个吃不了多少东西。我今天准备一盆鸡架试一下，看看这个卢维纳到底能吃多少。小罗，做好了没？不知道吃哪个了，黑罗第一次吃也不知道吃哪个好了，有大块有小块的，来来来，对，别挑了，我给你拿，来，看着这么大一盆，无从下口了，这都是不知道吃哪个了。这黑螺比这个所有比特吃的比较要细，吃东西要细一点，不像比特们吃东西狼吞虎咽，他这是嚼完之后慢慢的得咽了。对，完了。吃完了吗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再来一个。坐，坐。哎，打嗝的，这刚算一个。对，还这刚吃一个，你还能不能吃啊？啊？黑龙，看着，坐。这小伙子多漂亮。对。呵呵，越长越漂亮。喂，好口，来。他第一次吃还不太会吃是吧？平常都吃肉馅儿，放点狗粮。嗯。这第一次吃鸡架。不知道从哪吃的，无从下口了。以前都是吃小块的，现在这块太大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你那是啥姿势啊？人家有那样吃的吗？都趴着了，你看。这要是比特的话，这个鸡架估计三个都没了。这家伙你看，
第一次吃，吃的有点慢。这可不代表是牙口不行，还是没有经验，对不对？我要是我家那几个比特，我要把手他吃肉的时候放这儿，不得把我手也给我咬着？嗯，黑螺没事，黑螺没事。你看他嚼碎了之后，要是大黄一类的那几个狗直接都咽了。嗯，你看咬成小碎块了，还慢慢吃呢。坐坐。对，好了，坐坐坐。对，必须得要听话，听话就有好吃的，知道吗？来。看这个筋条是吃饱了，这是，嗯，也差不多了，嗯，看他还吃不吃，不吃就拿过来。刚才吃了两个鸡架，这会儿这第三个就吃了一点儿，吃的不快了是吧？嗯，吃的不快了已经。他就是玩心特别大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行，不换了，人家绝对不换了，你看，哎，他不松嘴了都，你看人家还是吃的重要。那你吃吧，吃吧，没事儿。对呀，别吃了那点儿，还是舍不得。吃就吃了吧。玩了，拿球也换过来了，这是。来，玩吧，对，玩去吧。这狗啊，吃东西，那个要是出看它吃的慢的时候，想方设法给它抢过来。为什么呢？不能让它吃到这个十成饱，一般就是七八成。吃到那个程度就行了。你看他一开始那两个鸡架一直吃，不带那个歇气儿的，是不是？第三个鸡架的时候吃的就没有那么香了。所以呢，给狗狗规定一个时间，规定到3分钟到5分钟这个时间段，它吃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给它拿走。如果要是吃不完，想方设法也得给它拿回来，因为你要是。他要是慢慢的这样吃的话，吃到十成饱的时候，对他身体也不好。如果你把这个罗威纳护卫犬训练好了之后，带着他出门，作为一个保镖，非常霸气。他始终就是忠诚对待这个主人，只要是你的口令下对之后，他就立马护卫你，没问题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。我是金阳，喜欢金阳的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